三位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为他在投票之前拉拉票的？其实我们都愿意，对，只是可能我立场我比较对不起孟楠老师吧，因为当初他选择我，但我并没有站到那个舞台上面跟他配对成功，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对不起，因为很多其实有好几次机会我应该可以让孟楠老师跟着我们队一起成长，对，但是可能因为赛制或者是名额或者是其他种种因素就好几次让我错过了孟楠。我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带着孟楠一起的，但是错失了很多机会，但我一直知道孟楠非常优秀，对，所以这一次大家把给他加油打气让他回来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真的很开心。我想要送一个礼物给孟楠，可以吗？好，可以，当然可以。对，因为这个礼物本来就属于他的，对，这就是我们队员的衣服。谢谢。这个衣服本来就是属于孟楠。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恭喜孟楠，在比赛的最后加入到我们的萧敬腾队长的虎克战队。